10月30号，有网友在微博爆出了一组邓紫棋与男友 Mark 在机场的照片。照片中的二人都穿着红色的衣服，搭配牛仔裤，戴着情侣帽，样子十分甜蜜。男友 Mark 还替邓紫棋拎着大包，让她和粉丝合影，真的是超级宠爱。2018年8月，邓紫棋在微博发庆生照片，并配文：“什么形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起度过生日的人，疑似与男友公开恋情。”此后，二人常被拍到同框，确实是恩爱十足。网络新闻：祝福邓紫棋收获美满的爱情。报道。